看看，家人们看看，有这记者也来了。这是我们来的残疾家人。没有警察的。不要拍照，别往里面走，剩下人别往里面走，来。不要了，不要了，怎么？那个是不是犯病了？大家听我。是公安都撤走了，公安都撤走了。看这么多公安人，当着当官的全部撤。真是的，也许公安，我说了也许哈，我们在外边来，我们出来。也许是公安的已经撤走了，已经下来人了，不需要你们，因为我们是善良的人，我们是来维权的，我们是来找事儿的，都撤走，大批的人都撤走了，太棒了，我们再往里走。这是无房，咱呀不亮光，容易在超这样超。北京的警察在酒间庄暴力。